見你你可以媽咪啦，咁佢都真係同偷車都唔方好，佢心情方好噶啦。O、okay, K， 即係嗰個人都好似願意俾你。係啊，佢願意啊，你明唔明啊？願意做。咁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嗰啲真係 depression 嘅人，佢哋未必願意去承認自己有 depression。係啊，好多人唔肯承認。佢哋唔願意接受我哋嘅溝嘅時候，咁點咧？嗱，神，所以我話神係立咗個神，佢有恩典嘅應許，有命令嘅，佢有 blessing， 有 judgment， 有賜福同埋審判。我哋將嗰個選擇交翻俾佢。我哋係加爾文主義，我哋講自由選擇嘅，知唔知？你知唔知點樣講法預定同埋自由點樣講法？咁樣講法咯。神嘅嗱，神預定佢邊個？佢拯救邊個？但係佢點樣做法呢？佢除咗十字架復活之外咧，佢咪同我哋立約，俾我哋應許命令。人有良心要回應神，唔係自由意志，係意志，佢有責任。所以我哋將個責任交俾佢。即係話咧，你唔需要一年十四日聽佢十一點十四個電話。可能三四次夠啦，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冇責任長期 babysit 對方。假如佢唔係 serious， 嗱咁我哋先會有俾功課去做嘅。佢三次唔做功課咧，就對唔住，我哋好忙，我仲有好多人要幫你。咁你 serious 唔做啦，咁樣點幫我哋？責任俾佢 ，OK 噶。你唔使幫人哋孭埋責任，你同情佢，俾佢良藥，責任搞掂。我哋做緊咩？未有經驗。我真正開課程嚟講咩？點樣啊？指定功課啊！仲有一大段我哋要常講嘅就係咩咧？聖經點樣睇離婚同埋再婚？一般都係一個鐘頭，而家冇時間，所以咧就好有經驗。仲有好多其他嘢。嗱，我先預告一下咧：憂慮、憂鬱、恐懼、發怒、婚姻。同埋上癮咧，呢六篇嘢咧有共通，有幾個共通點。第一，佢全部用人嘅理性作出發點。你點樣諗嘢？而唔係憂慮都係。第二，人有責任。第三，有好消息，耶穌基督嘅福音。OK， 就唔係從感覺入手嘅。係，請。個分別個憂慮而憂鬱係咩？憂慮就是你為明天憂慮，即係你唔應該去擔心，你去擔心。憂鬱係搞到做唔到人 ，you cannot function。刷牙洗面揸車全部都唔得。憂鬱咧就好緊要嘅，開始緊要啦，就算唔成藥入醫院都佢做唔到人，做唔到一個 productive。憂慮咧就係 the pre 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咁講。我哋基督徒嗰啲冇犯奸淫冇殺人嗰啲人咧，憂慮咪最大罪咯，罪嚟啦。嗱，慢慢去答嗰篇文章咧 ，it's a sin， worry is a sin。OK， 點係罪啊？耶穌話好做啊嘛，你做文盲，好簡單啫。馬太第六章，耶穌講咁長一段，又講飛鳥，又講白蘭花，講嚟講咩？冇憂慮乜嘢啊？你嘅 zip code 同埋 school district 啊，你嘅仔嗰啲書嘅波鞋啊，同埋嗰啲 game 啊，穿什麼吃什麼，即係講緊錢咯。媽 ，OK， 最後講錢，講兩句就我哋就收貨。耶穌好幽默嘅，你知耶穌講錢講好多嘅，你慢慢去讀四福音啊，佢唔用錢個字，間中用下 ，OK。馬太六章二十節 ，right in the middle， 馬太五六七章 ，smack in the middle， 最中間嗰節，佢話咧：你心裏邊嘅盞燈，頭先我講嘅價值觀 value system 就係嗰盞燈，嗰盞燈黑咗咧，你入就黑黑掹掹㗎啦，所以盞燈唔可以黑咗嘅。咁我繼續講，一個人唔可以侍奉兩個神，你一侍奉錢，一侍奉神，正經用。馬門嗰兩字即係錢咯，錢係咩嚟㗎？假如你好窮，錢就係你嘅安全感。我哋呢啲揾到 zip code 同埋 school district， 唔係有錢，不過亦都唔絕對唔可以講窮啊。
你比較一下其他國家啲基督徒一比咧，你已經係 top 2% 噶啦。錢可能係我哋安全感嘅象徵，同埋俾我哋嘅孫或者仔女前途嘅，甚至 spoil 咗佢哋嘅工具等等。我諗喺浸信會應該唔使講呢樣嘢嘅，應該唔使嚇。特別唐家嗰陣會唔使講呢樣嘢，就咩咧？神俾錢我哋做咩事嘅啫？三樣嘢：第一，十一奉獻，至少添啊。第二，即係你冇奉獻，冇十一奉獻，即係偷咗神啲嘢。馬拉基書，你自己慢慢讀下。第二，為生活所需，唔係想中意嘅嘢所需要。第三，以弗所書第四章第28節。Give it away， 呢個唔係十一奉獻啊，呢個講其他嘢噶啦噃，幫助有需要嘅人。OK， 錢係攞嚟喺人身上使嘅。Oh by the way， 執事做呢樣嘢先啦，執事就鼓勵人個 generous，OK，、okay? 好有愛心，將金錢、時間、精力、才幹用喺有需要人嘅身上。所以錢唔夠嗰啲人咧，錢係安全感；差唔多夠嗰啲咧，係可能地位象徵，然後咧就捉住。冇人會承認錢最重要嘅，冇人會承認嘅。不過你話你嘅仔同孫嘅前途係最重要，咁啲錢咪花曬喺嗰度咯？明白嗎？即係我哋唔會承認我哋為錢而活，但我哋會為咗其他嘢咧，係我啲錢抌喺嗰度嘅。咁咪即係為咗嗰啲嘢，嗰啲人唔活咯。我哋喺在生之年教導我哋啲仔女孫點樣侍奉神，將佢奉獻俾神。佢哋需要升學幫助佢哋，但係冇必要俾佢哋遺產嘅，俾佢哋有你有生之年供佢哋讀書，教佢哋點樣 give it away。賺到錢送出去 ，Warren Buffett 俾幾多 percent 啊？九十十十歲啦，佢比99都仲可以活多十次啊！舊陣時咩百年前啊，你數數俾你睇 ，Colgate 牙刷嗰個 Col， 啊唔係牙膏啊 Colgate， 是 local 嗰、那個 ，OK， Esco 嗰個 Rockefeller， 嗰啲俾到捐錢，佢唔係淨教嘅，嗰啲天文數字到你用今日嘅錢去數都係天文數字。你點知道呢？好簡單，北京協和醫院醫學院 John D. Rockefeller 梅油大王啊，即係 Standard Oil 嘅 Exxon 嘅創辦人 ，Exxon 嘅創辦人咧，佢俾嗰啲錢當時已經係天文數字啦。結果搞咗幾廿年，訓練咗幾多中國醫生出嚟，乜得百幾個，好少嘅啫。但係你到今日去北京，佢都係協和全中國最好嘅醫院，全部以嗰個做榜樣，嗰個做 standard。基督教的資本主義，對不起，基督徒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不是為了自私，是 give it away。 OK， 我很開心啊，見到 Harvard、o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K， 你看 TBS 哦，誰中國人華人的 Foundation 捐錢這個節目的 Wonderful， 我都認識一個 David Lamb 林思齊林子峰的仔，有一次他生孩子一單的 real estate 賺了$21 million。 他決定了一個，你捐錢給誰？他不是捐給教會和神學院的，他捐給 UBC 省立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當地的另外一間大學，捐給那些幫那些 first people， 我們叫做紅番那些的事工。他說我們中國人要 say thank you to Canada，不要只起碼就是 Monster Hall 給他沒有草地那些，那隻 Say thank you to Canada。 他真的給我說了吃過一頓飯，他每天他做了 Lieutenant Governor， 即是那個 Governor 是英倫王，他那個位置是象徵的，每天要處理的信件，你推的推車，整個推車那麼多信件的，很多事做的。 OK， 我再說過另外很多信件的人給你聽，我結束了。在 Atlanta 很多年前有一個 assembly， state assembly 做生意的，他又是這樣，你這些做生意的政客那些，人家來跟你籌款，那些信多到堆積如山，這樣一動動，是不是？
咁佢就每年有兩日祈禱，攞西上祈禱。然後佢抽幾封信咧，同意捐錢。其中一個機構咧，佢同意嘅，支持叫 Haga Institute 哈該領袖學院。今日唔知係咪新加坡咧？以前喺夏威夷。咁佢咪就捐錢喎？好多年前啊，五十年，佢走嚟新加坡嗰個 office， 佢走去觀察，同個廚房個廚傾偈，傾完偈就同個主持人解釋。我咁樣理解你嘅機構，打，連個廚房咩事佢都知。He was an educated philanthropist。我哋唔係淨係做 educated consumer， 我哋做 educated giver。當你耶穌話你嘅眼要開，你入嗰盞燈唔好黑咗，你將啲錢抌出去為神為天國為慈善嘅時候咧，你啲眼會開。哇！神喺呢度做嘢喎，神喺嗰度做嘢喎，神又喺嗰度做嘢喎。你知唔知非洲裏發生緊咩事啊？尼泊爾發生咩事啊？啊！我去咗南非，你見。Life is so exciting。當你睇到啊，你扮演好細角色嘅啫。對唔住啊，錢其實唔係最重要嗰樣嘢嚟嘅。有時候啲機構咧唔好又唔需要咁多錢添喎。我哋美國人咧啊，好想捐錢，錢唔係解決問題嘅。好多時候美國人好多時候就唔好捐，其實得㗎啦。嗱，我哋非美國人咧，可能要多做啲，我哋學習佢哋一百年前嘅港人，明白嘛？好多嘢好矛盾嘅。你慢慢執。你假如係願意開一個家庭 foundation 嘅話咧，我可以介紹你識我啲基督徒家庭 foundation 嘅聯會，佢一年開始會。我介紹過一個 Michael Chan 打 tennis 嗰個咧，個律師我介紹你識嗰啲咁嘅基金會。嗰啲人啊，佢有錢你唔知㗎，你平時睇佢衣著，你唔知佢係億萬富翁嚟嘅。foundation 咩意思啊？即係佢個 foundation 每年要至少捐出 5% 我哋 asset 至少啊，大嗰啲咩 Ford Foundation 好大啦 ，Carnegie Mellon 咁等啦，細嗰啲咧有幾十個。你假如冇嗰啲基督教家庭基金會咧，幾十個神學院科研機構聽日可能會執笠。佢哋真係背後默支持。That is capitalism， 呢個叫右翼政治。That's the right way， right conservative。死亡、人生、老年、經濟點樣睇錢，仲有好多嘢要講嘅，憂慮啊、離婚啊等等，而家要自己睇得。好，我哋祈禱。天父，感謝你信實廣大，你憐憫其實，因為你憐憫我哋咧行錯好多路程，少年、青年、壯年，你其實你嘅憐憫咧，好似滋潤喺我哋嘅路上㗎。願你俾我哋一個真係喺你面前感恩嘅心、滿足嘅心，點樣喺各方面面對憂慮、金錢、遺產、下一代、孫一代，我哋正經嘅輔導嘅智慧，你俾我哋投資我哋嘅生命喺你嘅國度有意義嘅事情上，幫助我哋同耶穌基督成就。我就係聽日講爸爸嘅故事俾你聽。我爸爸嘅故事。